坏关系。嗯，因为我记得我很就是可能高中吧，那时候就是有读了一篇楚世英老师的文章，那时候是课本指定教材。然后因为学了这篇文章以后，就知道老师这个人。对，你听起来好像在埋怨。没有埋怨，我没有埋怨。读了那个文章以后，就觉得就是老师变得偶像这样，因为我也很羡慕说可以找到像他那样子的工作，可能说是就是到世界各处都可以走，然后是。又可以，就是有，就是也有领薪水的理由这样。对。那所以，我后来就决定进入外文系，然后就想说可以再念一个语言，因为毕竟你，因为我现在这学期说的是法文，我想说你如果说多了一个语言，你可以去的地方可能就更多这样子。嗯。所以你想问楚老师的是？不，我的问题是说，因为我这样子听下来，就是没有冒犯的意思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台上的各位，好像他们的过程都是平坦的，因为。你看，像那个总经理，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问？你冒犯我们了？对不起，就是像总经理，你看，你是说你可能不小心考好，可是你还是背着一个台大的光环，甚至于背着名校的光环。啊，对呀。楚老师，你可能就是17岁，然后就有办法说是，因为我相信那17岁可以旅游世界应该还是少数，因为如果说我们一般家庭这样，应该是没有办法说17岁抛弃课业，对，然后就四处旅行。那进城大哥更不用讲，你看连没有当歌星都有10几万的薪水，对啊。你知道人家22K都赚不到吗？啊，坐在台上3个，台大金曲歌王。那你们的人生看起来都很平顺啊，你想对年轻人说什么？那个黄花老师，你自己不是也是台大？是曲折的过程，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们对于你们的人生有曲折的过程吗？还是就是其实你们的路本来就没有这么曲折的？来，我可以先回，我邀请你上来，我让你亲眼看看他们曲折的过程。来，你以为他们很顺利吗？你以为他们都像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哦。那我觉得，其实相信人，请你做你就做了，就对，比较命苦吧，你做我们4个站长。没有，其实我要说的是，相信人天有福报。对，你要不要喝水？你要不要冰毛巾？哎，这杯子像你们喝过。其实我要说的一件事，其实今天在座的4个人，虽然我们对彼此不了解，可是我看到有一点共同是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路比较平坦，而是因为我们路显得比较平坦。那显得比较平坦，是因为我们4个都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像刚才其实你转业了很多次，那其实你说我写了40-50本书，那人家畅销书作家只要写1-2本。对不对？那不畅销才要写40-50本，那这个挫折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情形很不同，而是因为不管人是不是畅销书作家啊，不管是不是做自己，你今天你说萧敬腾，他说他其实很快乐，因为他一直走在自己梦想的路上，所以是在餐厅唱赶场也好，或者是当金曲歌王也好，他一直本来就做他喜欢的事情，所以这个路显得平坦。那因为你如果做不喜欢的事情，你就觉得自己命很苦。为什么你从早到晚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？为什么这么苦，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？那显得平坦，那是因为你在做喜欢的事，不是代表因为做什么成什么。你喜欢什么？你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。这女同学，你喜欢什么？萧敬腾。是。我喜欢敬腾啊，可是就是。哇，你梦想成真了。嗯，来靠近一点，靠近麦克风一点。哦，我是希望说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就是希望是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。那可能，因为我是想说，
顺便签一下，连课本都带来。属事营多有效率啊！哈，好，所以属事营的讲法是说，他看起来之所以平坦，是因为他在做他喜欢的事情，所以那正是那些不平坦，他都用轻松潇洒的方式来面对。好，建明、金腾，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求学啊，只是你人生里面一小部分。我其实只有几个点我跟你讲，就是你觉得我的求学过程平坦，可是我的工作过程一点都不平坦。我的人生还有很多我面对这里讲出来的挫折，你是看不到的。OK， 可是我要讲另外一个观念是，就算你真的有挫折，就算你真的不平坦，你觉得那个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路平坦的吗？不要。希望一路平坦的吗？不要。那都是陷阱啊，同学、啊。真的，其实哦，不平坦的过程，挫折才能让你成长，挫折才会让你变得越勇敢、越坚强、越勇。你看那个脚受伤的，刚刚那位同学啊，脚受伤了，如果你怕痛，你就很难复健，完成。脚受伤了，你就是要不怕痛，给你的骨头施加压力，它才会长大，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。所以我还可以讲很多，可是我想用这个点来带，不要觉得看似平坦或者真的平坦就是好事，不是。我看过，我也有很多朋友家里非常有钱，他其实怎么样都真的是一切顺畅，是。你觉得他比较快乐吗？未必哦，未必哦。所以不是平坦不平坦的问题。是你怎么处理你面对的挫折，跟你喜欢做什么事情，你投入多少心力去，而且不要求快。我觉得现在大家，我觉得你花十年、二十年，慢慢慢慢做一件你喜欢的事，或者去找一件你喜欢的事，继续做下去，是有什么不好？对，不一定需要我这样的 title， 或是像世银出四五十本书，或是像金腾得金曲奖，不需要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。的能力跟长处，去找一个会让你自己开心、喜欢、愿意一直投入做的事情，才是重点。十天二十天最愿意投入，因为也许十天五天你会觉得一个失败是挫折，可是当你用十年二十年的长度来看，它就一点都没什么。静腾，你可以含情脉脉的看着他，现在他要来回答你的问题啊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。然后我要强调的是，这个世界的所有万物都是平等公平，我们生存在同一个空间，我们的时间一样的在流动，没有人停留过，我们也有付出。那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我们都是平等的，哎，然后都是平等的。这个女同学站起来，站在萧敬腾旁边。啊，就像陈总刚才说的，我们认识很多有钱人，他不见得快乐，他真的不见得快乐。那你看我好像是有钱人，你说还没出道以前就十几万，那。我的过去只是我不想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来形容给大家听，但是我现在的状态，我必须永远面对的群众，无时无刻，你能感受这个心情吗？小心点，可能我怕把外套披上。我并不是现在感受。我必须要感受到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任何人，你不要要求这个世界社会应该给你多少，你应该能为这个世界做多少事情。那我觉得这很多，因为我们都是平等，真的是平等，有钱人跟我们也是一样，永远平等。永远生活在同一个世纪，同一个空间，时间一样一分一秒的在动，不会说他动得比较快，我动得比较慢，对，不会有这种事情，一样付出努力，你真心在做一件事情，我相信会成功。
来，记得要努力哈！掌声谢谢金晨。好，人都是平等，但大家听你上课很难相信我们俩是平等的。好，掌声给那女同学鼓励一下哈。